中国赢世界杯。你咁矮仲想学人咗我，冇咁易。打牌，打牌啊！嗰波入咗啦，你仲拦乜鬼啫？阻我拦翻你转头，睇住啊，我踢啦！哎呀，瞓低咗添。虽然中国队今届无缘去南非踢世界杯，但系哈尔滨呢个机械人世界杯，中国打低美国同南韩称王，难怪中国学生咁大口气啦。无论是人还是机器人，都会在早晚会站在世界的冠军的领奖台上。唔可以为机械人净系识踢波噃，打 golf， 学姚明咁射篮，打筋斗一样掂。唔信要同机械人切磋？哎呀，衰咗添，调个位再嚟一次，我都话我得噶啦。